哇，其实唔经唔觉，我哋原来已经都玩咗第一年都差唔多就系结束噶咯，八月，进入最后一季。我哋嘅速度依然都系争啲争啲。好，魔鬼，呢个记忆牌非常之好玩，因为好快。步调深深唔悦嘅，深深超完美，抵紫色圆形同绿色圆形中间，诶系个颁奖，相片啊唔系，头先系追梦创意拍广告。哇！一星你都跑唔掂，点帮你啊？二二五啊，唉，翻去帮你重点培训。哎，唔系，我今日礼拜已经晒咗咯。shit， 啊，睇埋追梦啊，系啊，帮你夹硬接嗰啲通过嘅。Go go go！ 广告，哇，内定收皮啊！最憎啲人内定噶啦，明明我哋有 potential 可以接噶嘛，都唔俾我接。好，我系重点回翻，保证你啊，可以顺利接到呢个新嘅通告。跟住肢体都好紧要，因为升威佢要去攞嗰个戏剧证书咧，系需要有肢体啊、声音嗰啲。你就肢体一齐定系睇下先啊，好。好啦，这个未玩过喎，点样啊？喂，吓，完全唔知道做紧乜嘢，完全唔知道，真系对唔住，我累咗零向。我哋翻嚟创意呢度帮阿袁少伟接嗰张通告先。OK， 应该够噶啦，头先差少少啫嘛。OK， 啱啱好，搞掂。又可以拍多个广告了，希望他的名气可以快升。苏沙，唉，呢个老细三星啊，哎呀，真系唔抵啊，成日掉三星出嚟，迷糊美女，唉。蘇曼君的新聞呢沒什麼心機看，不過蘇曼君是有很多新聞的，因為蘇曼君和他的乾爹呢那單新聞是都挺轟動，所以玩蘇曼君的時候呢才可以留意，現在就當他搖錢樹就可以了。一星啊，一星，哇，靈香啊，當然有什麼所有東西啊，給靈香先，我們要重點培訓靈香，看看主持啊，可能主持會做主持節目，主持都挺好賺的，同埋一個禮拜只可以拍兩次，所以佢通告咧好長，唔似啲劇集咧，即一個禮拜可以玩五次咧，咁佢會快啲咯。三星唔使諗啊，真係。我見到蘇文君大幅拋離咗另外三條友。当啲剧情咧开始变少嘅时候咧，或者要去揾嘅人咧变少嘅时候咧，就会时间觉得快好多。即系记得我一开始开 game 嘅时候咧，呢个又有剧情，嗰个又有剧情。咁而家因为我哋冇 follow 落去啊嘛，咁我哋 miss 咗嘅时候咧，剧情推进唔到咧，咁就冇咗噶啦嘛。咁啊，所以咧，我一个礼拜其实可能一两分钟就已经玩完啦。除非我走嚟好似音韵通告咯，唉，死星收皮啊，唉，收皮啊！好嬲啊！你唔可以掉啲简单啲嘅咩？第一年系唔应该有咁多三四星嘅嘢出嚟噶嘛？即系大家都系好娇嫩噶嘛？你叫人点拍啊？系啊，咁咧，咁我哋同埋我哋今次重点净系玩灵香啦，咁所以只有灵香嘅故事咧，我哋先会发生得比较。喂，差几多啊？二三五，唔知得唔得？
抵埋全球制片啦，未必，可能全球制片有啲一星嘅走出嚟咧，一星嘅电影嚟，我哋嚟啦。中间嗰个公仔咧，绿色嗰个咧，啱啱经过咗，我觉得好似阿红啊 ，Hulk，H U L K 嗰个 Hulk，What the？ 诶、欸、诶、欸，都系差少少，但系哎呀，好想拍啊，拍咩都好啦，我想搵钱啊。虽然而家我哋冇经济问题，但系因为结果咧，我哋系要去到有1亿2千万，即系如果我哋想威尔咧成功入到咧，系要有1亿2千万咯。所以钱都好紧要。其实咧最快嘅搵钱方法咧，系储咗嚿钱仔先，跟住然之后自己自行制作呢个唱片或者系剧。出唱片咧，好似大概最少都要有几百万至一千万。但系如果你出套剧或者唔知咩嗰啲系啦系啦舞台剧定唔知电视剧咧，咁就讲几千万嘅。咁但系啊，嗰啲叫咩啊？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咁啊，如果出到自己出唱片嘅话咧，咁好似都有几千万袋噶。咁换句话讲，就好快可以上一亿几咯。咁當然，首先我哋要有呢一個嘅小財先可以出到噶嘛，冇小財係冇嘢可以出嘅。幾百萬即係對於呢一壇嘢，即係呢只 game 嚟講係濕濕水就係三星。哎呀，呢、這個光係點解咁鬼低噶？你見到我日日都有幫佢訓練噶啦，都仲係咁成皮爛泥褲唔想劈咁嘅樣。唉。重複性很高的東西搞到我又開始有點眼瞓，有少少中眼瞓。我咧就喺度諗，如果我將阿少偉加凌香成為一個組合的話，咁會唔會即係變相佢可以連團體嗰啲都可以唱埋啊嘛？咁個機會都會大少少咯，會唔會咁樣好啲？即係當然。我都不知道，因为凌香系歌艺是很低的，如果是的话，我哋要升迷佢的歌艺，我要研究一下。因为咧，点解我会突然间谂咧？就是、因为其实提升自信咧，嗱咁讲啦，而家如果你冇玩咧，就不太清楚。其实每一个训练咧会升两样嘢嘅，你都会见到嘅。譬如美姿仪态就会升仪态同埋自信，咁头先升动气同埋自信咁样咯。咁升自信咧係比較難嘅，即係因為譬如音感訓練就擺明係升光藝噶啦，咁但係佢亦都會加少少其他嘢，就係、是、自信。咁變相咧主力就係升光藝，副升咧就係自信。咁自信多數都係副嗰只，唔會係主力升嘅。咁就會令到自信其實永遠咧都係譬如人哋加十加八咁樣，佢就永遠都係加四加五，就會相對地升得少啦。而最大嘅問題係咧，初級係升最多，亦都係最平嘅。中級就會相對地升得少啲，亦都會貴啲。而高級即係調翻轉啦，好似成反比咁嘅狀態啦，即係一個即係越高級就升得越少，但係價錢越貴。咁咦拍到喎 ，OK， 呢個都拍到喎，俾阿萬君你啦，係真係成日都咁樣編新聞幾好嘅。啊，講翻頭先嗰度先啦。咁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升玩美姿儀態咧，玩到去好高級。咁要好貴㗎嘛，但又升得少喎。咁調返轉頭，可能我升佢音感訓練呢，咁佢可能用一個廉價都可以升到我想要嘅數值囉。咁就係另一種嘅培訓方法。兩星，哎呀差名氣，名氣真係冇得搞。名氣真係邊個幫唔到。哎呀逆夫叻仔呀，逆夫勁，逆夫醒，逆夫自叻冇得頂。系啊，唉，名气我唔想搞啊，名气，哎呀，我搞嘅话系靠打工先得噶，一系就接好多 job， 咁，唉，又系嗰啲咯，即系细个嗰时候咧，阿梦工场咩事啊你？哦，哇，佢而家先至走上嚟嘅，我特登俾嘢佢拍，60万喎，好威猪喎，劲威猪喎，佢有冇咁嘅料到拍啊？其实。可唔可以？哇，好厲害！
特登为佢好似原来呢个世界恐吓系真系有用啊！哦，跟随先。啊，我哋个个礼拜都跟随，净系跟随阿凌香。一睇就知道重点培训凌香姐。对恶实力低头，唉，真系好事不出门，丑事啊传千里。袁少伟接拍身系有意见啊？边个多爹啊？打边个？话你听，而家我哋啊，而家恶势力嚟啊！我哋签咗袁少伟之后，成间公司变咗恶势力，劲威猛啊！如果系咁啊，个个都咁做啦，真系啊，咁傻仔。喂，两个得喎，你哋咧？我哋又得喎，喂，我哋一齐拍都得喎，开心，可以一齐翻工喎。元宵喂啊，佢有45日喎，得唔得咧？好似佢搞唔搞得掂啊？45日，不过唔紧要咯，系佢虽然佢需要名气啊，我谂我可以砌得掂嘅佢个 schedule。咦？同个古青青一齐嘅？Oh my goodness！ 你同紧呢个阿姐级嘅古青青嗌交喎？古青青系明星志愿2000咧就可以追嘅一个女角色嚟嘅。咁但系古青青就而家应该可以系媲美于边啲级数咧？即系啲元老级嚟噶啦，即系可能仲系好红嘅，唔知啊。但我記憶中就好似佢，好似明星傳2000嗰啲咧，即係嗰段時期嗰啲明星咧，而家都已經好似直若雲咁，而家變咗做酒吧老闆咁樣啦，係嘛？阿林道祥啊，都飛咗去外國啦，咁樣咯，即係退咗落嚟噶啦，揾夠啊，起碼喺呢個地圖揾夠先啦，係嘛？咦？OK 啊 ，OK 啊，奇啱，啊呢個係佢搶翻嚟嗰個。Oh my god， 系行远啲啊，咪整又俾人写新闻。大道之行，道亦有道。小红我系即系两间唱片公司嚟讲咧，我系比较中意阿周颖彤多过阿小红。小红我硬系觉得佢咧系即系比较乸渣啲嘅。啊，名气超级不够。好啦，而家已经系10月1日啦，好紧张啊！袁少伟啊，就系顶唔顺啊，压力爆煲啊，对住佢。好、哦，林芬芬同埋阿 SD 嗰条友嘅关系，如果玩林芬芬咧，就会夹咗好多 SD 组合嘅入嚟，剧情入咗嚟。不过我哋冇玩林芬芬，林芬芬系林立祥个细妹啊，好似系咪咧？系啊，大家姓林。林芬芬是很複雜，她的劇情發展是複雜到呢攻略呢都可以幾版紙的。我名氣不夠哦，可以拍到呢，哇你又拍到，但是看先啊，給了凌香先，你就情緒呼發啦，她搞不定啊。袁少伟就唔使担心冇通报，系不过，唉，提升一下啲名气先，啲名气真系好类似。方大姐看好林芬芬，因为方大姐同林立祥系 friend 啊嘛，咁啊梗系看好啦，出唱片啊！10月啦，我咪得翻2-3个月噶咋，真系快啲啦好嘛？哇，机会啊，260 ，OK，
OK， 我而家即刻重点培训。嗱，哎呀，唔紧要唔紧要，我哋仲有足够时间。我哋睇先，哇，开始啲心魔巨量，好兴奋啊，好期待啊。因为头先嗰个差少少咋，咁我哋如果培训得啱冇问题嘅话咧，照道理袁少伟咧系可以接到头先嗰个唱片通告嘅，系可以嘅。好，我杂啊嘛，口才、说话技巧啦，系嘛，系说话技巧，说话技巧喺边度？冇，仲要系初级正，初级系升最多嗰只啊，系超级快嘅可以升得。咦，咁啊？你依家啊，苏文君冇嘢做啊，今个礼拜。OK， 大家一齐上堂啦咁。咁啊，你又参咩啊？一齐啦又啊？抵啊！我一个人帮你哋嘅话，咁嘅话就佢个 friend 应该佢条僆系嘛？嗰、那个系咪佢条僆啊？如果系有啲背景嘅话，佢应该系嗰个系佢条僆咯。但系又好锡住呢个嘅大佬咁样啦。但系又同个邻居个 friend 咁样啦，唉，好复杂。呢啲身家角色嘅关系我唔系好太懂。OK， 耶，终于都拍到剧啦，唔系终于拍到唱片啦，唔系终于都出到唱片啦，乱晒兴奋一仔，全部嘢讲乱晒。好啦，我哋唔需要再担心袁少伟会因为出唔到唱片而离家出走啊 ！Very good 啊！你哋两个谈情说爱，我不想听 ，skip it，skip good 啊！你哋嘅事唔关我事，你冇一个系我嘅成员，所以我唔需要你哋。Yeah， 好简单嘅通告，苏万君接 ，nice， 实在太好啦！我哋而家有好多通告。我哋可以唔需要再吓纠缠喺呢个内定战货，唔紧要。我哋应该今日有好多新嘅开拍，系啊，系几多劲威。最紧要咩啊？袁少伟终于都开出唱片啊嘛！我哋唔需要再担心，好感动，真系要重复讲几次嗰种感动嘅感觉。好，而家个而家系接通嘅话，耶、yeah! ！令我兴奋啊！令我心感兴奋。依家先，我哋调一调先，依家咁样啦。OK， 留翻日放假咧，系因为咧有时佢哋太过疲劳咧，咁佢就会好容易会失败。失败系嘥时间嘅，拍唔到嗰日嘅，即系佢哋唔会计成功咯。个日数唔会 count 嘅时候咧，咁其实嘥大家时间。咁所以中间俾佢休息一下咧，就会比较好少少。OK。有冇新通告？乘胜追击，哇！拍到喎，睇先。呢个好鬼多喎，佢通告13日同25日够唔够玩啊？袁少伟就唔搞噶啦，应该。哎，是但啦，我哋应该 OK 嘅。因为而家佢啱啱新开始啊嘛，咁佢系4个礼拜后先至正式开拍，头先啱啱接过，所以其实我哋应该有足够嘅时间去完成埋而家手头上嘅工作嘅，系啦。通常会一个艺人，我觉得最好就是有两个通告是一度 keep 住做咯，咁就比较 efficient 啲嘅。咦，又得喎、啊，喂，陈奕夫好旺喎、啊，点解你两个唔争气？睇下陈奕夫爆上去啦，爆上去啦。但我觉得20日呢啲通告唔系必搞得掂啊。如果搞唔掂咧，会毁约噶，毁约就都赔翻一定嘅价，一定嘅价值嘅，一定嘅金钱咯，所以就最好唔好咯。OK， 要求真高。哇，好快又一个礼拜，超快，真系超快。我哋已经挨过咗早期非常之漫长嘅培训之旅，咁所以咧，我哋嚟紧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咯。因为他们狂拍嘢，我又不用特别去接，同埋佢哋拍啲嘢越嚟越长，广告会好短啦，拍到剧集、拍到电影是非常之长，45日，
咁基本上嗰段时期都唔使做其他嘢，就净系拍佢咯。除非有剧情啦，我哋好希望快啲有剧情，但系凌香嘅剧情系比较后期嘅，因为佢要我哋啲指数咧去到某个位置咧，咁佢先至会有新嘅剧情推进啦。咁而家只不过系跟随佢啦 ，keep 住跟随佢，增加我哋嘅友好嘅指数啦。咁样就系啦，其中一个冇乜关系，但系都好紧要嘅。其实吓、啊，我哋两个之间嘅关系一定要去到某个 level， 结果先至可以走出嚟噶嘛。四星系搞唔掂嘅，唔紧要啊吓、啊。我哋而家从来都，我而家唔急啊。大把货，我哋惊你有牙，325万我哋而家有 ，good 啦，冇经济压力啦，乜都冇啦，完全系。今次玩得好好，我觉得系好认真玩嘅时候咧，嗰、那个，买花，啊、有钱就可以买埋鱼缸，买个鱼缸先，个鱼缸可以增加我哋公司嘅知名度。咁就其实而家系冇乜撞嘅。要去到后期咧，我哋个知名度够咧，咁某啲大公司嗰啲咩拍嗰啲唔知咩国际通告咧，就会 fulfill 到咁样先至 OK。同埋我哋知名度系应该要劲过巨资。我哋公园其实纯粹系冇嘢做，我先行过嚟，系都系真系冇嘢做，算啦。又一个礼拜啦，几快？你又有通告，耶、yeah! ！开心，哇！好忙啊！余少爷忽然间好忙，唔紧要。我呢个职业专业嘅经纪人咧，系可以帮你安排到最好嘅时间表。不过其实我真系有啲攰，踩咗一年啦。而家我哋玩咗一月去到十一月，差唔多一年度啦。大概仲有两年咯。我其实好少可打机会打咁耐，我通常打个人两个钟头我就会休息，所以我所有嘅片咧都系唔会好长。因为我人玩太耐会想呕，老主人的忌日举行拜祭。佢頭先就出嚟同我哋講嗰啲嘢咧，係咪某啲劇情嘅伏筆嚟噶？即係有少少，喂，又嚟？佢两个关系咧，感觉上唔系净系指咩主人同埋咩，即系点讲？佢两个应该系阿大哥同埋佢条僆咁嘅关系咯。但系我就觉得好似，唔好理啦，算啦，我哋都唔系重点理袁少伟就由佢啦吓，继续拍好你嘅戏啊，出好你嘅唱片，帮我哋开演唱会赚钱就 OK 啦。好。OK， 跟随翻先。OK， 好，咁我哋咧转头就要去酒吧，因为咧我睇攻略就话有少少剧情系关于凌香嘅，系啦，应该触发到吧。OK， 这个耿言嘟咧，真系唔知咧。初初以为佢同袁少伟嘅关系咧，可能系啲同性恋啦。但系佢同凌香讲嘢咧，又有啲似，即系总之佢好微妙啊呢条友。但系呢条友唔签得噶，呢条友系纯粹系一个配角啦，佢唔系我哋可以签嘅嘢啦。但系我唔知点解，其实 suppose 我觉得如果明星志愿要整咧，其实应该连佢都可以签得咯。感觉上是不错，即是可能我本来谂住我是我大佬想做明星，点知你发觉到我很有潜质，走去做咁都得噶嘛。其实系我觉得佢感觉上好似吸引力高过袁少伟，系咯，或者可能佢袁少伟同耿言嘟喂又有袁少伟话咁多剧情嘅你。
呢条友真系好自我中心，好自我膨胀，好犀利。有时候人咧有啲自信啊、自满咧，系当然好事嚟嘅，唔好咁容易受到其他外界嘅嘢去影响到自己咯。哇，唔该晒，我而家知道凌香其实对阿耿贤都咧系冇乜拣嘴嘅，只不过系佢都觉得阿袁少伟同阿耿贤都咧系应该喺埋一齐嘅咁嘅状态啦。OK， 咁就即系我哋冇情敌啦，应该凌香系应该冇情敌嘅。我上网睇嗰啲攻略咧，就送啲嘢俾佢先，系啦，送嘢俾佢咧可以增加少少其他嘢啦，同埋最紧要增加我哋之间嘅关系啦。系咯，咁冇情敌就易玩好多嘅，即系苏曼君又有陈奕夫做情敌，跟住林芬芬又有阿子琪啊或者 S D 做情敌，咁样就比较麻烦啲，系嘛？林芬芬系咪同阿子琪系咪有啲关系啦？唔记得咗添。玩呢啲 game 咧，通常咧都系男主角会同女主角可以有感情结局啦，咁但系增加难度嘅话咧，就系、是、啲女主角其实亦都有即系、就是、有情敌呢单嘢啦。例如桑和培的话就有怒风做情敌啦，那些咁凌香有男友 ，OK， 是按照剧本发生的。好，睇下有冇得接拍呢一个嘅电影，系啦 ，OK， 四星又收皮啦，一星，哇，一星，睇先，凌香拍一定啦。你就咦？点解我名气唔够，冇办法啦咁。系啊，唔紧要啦，名气就而家累积紧，就 O K 嘅。凌香你又嚟啦！哦，呢个系我哋跟随够一定嘅次数嘅时候，佢弹出嚟嘅剧情。我以为我哋咁快，头先佢话我哋一起收工，我以为佢已经即刻走嚟话我哋两个。OK， 我哋暂时未至于好似 S D 啊林芬芬嗰啲咁红，唔系林芬芬唔红嘅，而家 S D 先红啫。OK， 系啊，咁就睇下先，好拍剧，哦，袁少伟反而 OK。估你唔到啊，袁少伟，算啦，袁少伟，因为我哋想去集中啲去，睇下佢失败咗，我见到佢，集中少少完成埋张唱片先啦，同埋有而家都仲有啲电视剧未搞掂，29啊，系啊，真系搞唔掂，我费事佢阵 carry 唔到，要我罚钱啊，食屎我哋。唉，眨下眼就12月啦，但系有快就圣诞节啊！呢只 game 咧唔知点解咧，佢以前明星志愿咧，圣诞节啦、情人节呢啲日子咧，系都有啲特别嘢玩嘅，即系生日啦呢啲咁日子啦。咁但系咧喺明星志愿3度咧，呢啲节日咧又唔可以话系好紧要，即系唔会有张 CG 俾你咯。佢啲 CG 系喺第二地方走出嚟嘅，喺啲某啲剧情走出嚟咯，就唔系话咩情人节要食饭嘅相啊咁嗰啲嘢。好啊，冇通过，竟然苏曼君竟然冇通过。OK， 我哋又嚟啦，光头佬，我哋依间会恐吓人公司嘅光头佬，唔系黐线，会恐吓人哋嘅公司。两星袁少伟、哦，喂，唔好咁啊，陈奕夫，认真啲好唔好，陈奕夫。咦？我哋拍唔拍一次噶？唔知喎，睇下先。和培、梅花英同袁少伟，哇！佢两个咩关系啊？
点解可以特登弹单新闻出嚟嘅？佢两个牙齿印、哦，我真系令我越嚟越有啲兴趣，可能下一次会玩袁绍伟添。系啊，虽然我个 plan 唔打算系，不过袁绍伟系新角色，我真系完全唔知道佢啲剧情。陈奕夫 ，OK， 好，最紧要啊，长接长有，系啦。好，去酒吧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先。嗯，唔见咗佢哋咯。OK， 关古威，啊，关古威系好劲嘅一个艺人嚟噶，不过呢排佢耷耷地，咁啊，所以有机会可以签到佢。阿袁绍伟揾我哋，肯定系讲双和陪单嘢。好啦，我同你倾下偈啦。哇，有选项噶，的确差了一点。我觉得好老实噶，大佬，你真系唔掂啊嘛，你唱歌啦。佢啲嘢就少难弹啦，咁因为都唔系我哋重点。要钱树，唔好搞咁多嘢。好，阿秘书小姐提醒我哋袁绍伟咧，佢有张通告咧系有啲危机嘅。咁佢讲紧唱片嗰张，唱片嗰张绝对 O K 嘅，其实系反而系拍剧嗰个咧，咁就有啲危机。唱片系只要佢顺利咧搞掂啦。咁样佢唔使理嘅吓，应该赔得起嘅我哋。因为其实钱而家嚟讲咧，要搵咧系就好快，因为我可以拍到嘢越嚟越多嘛，系咪个价钱越嚟越贵咯？将会，嗯，诶，揿错仔，揿个解药，哦，咦，睇先，25日，哇，你7日，俾你啦。咦，有劇情哦，圣诞节阿苏曼君是一定会找我们，哎，凌香都找我们 very good 啊，他是不是会跟我一起过啊？怎么讲几句就走了去。哇，何总 ，SD， 我系俾演唱会飞我哋啊！如果林芬芬喺度咧，就有剧情。不过而家冇啊，我哋呢度冇人对 SD 有兴趣咯、啊。凌香病咗咩？哦，合约。啊，我哋冇完成到佢嘅嘢咩？嗯 ，OK 啦。唔紧要，呢啲少少钱我哋俾得起，最紧要你肯留低。陈奕夫咧又签约啊 ？OK， 哇，好贵啊喂，100，陈奕夫唔系好平，点解而家咁贵嘅？可能我哋有啲 requirement 冇 meet 到，不过算啦。好白痴啊！头先我谂住约佢去睇 SD 演唱会，然之后佢话系咪要去应酬何总，使乜着小丑衫去？首尾呼应啊，何总一致嘅真系。OK， 咁就好 set 好晒就得。哇，我哋呢一年咧总算系结束啦，27号今日过埋呢个礼拜咧就新嘅一年。第二年咧就开始多啲剧情要去准备啦，同埋好多嗰啲指数咧要再谷行少少，咁样先至可以达到个要求。如果唔系咧，就前功尽废啊，唔系功亏一篑，前功尽废，可以铲咗佢只，成个 save 档可以收皮。因为咧就第二年咧，其实好似就已经要开始准备威尔嗰单嘢，系啦。就不可以失敗的，威爾那單如果失敗了就真的玩完了，是、啊、即是接下來就算你有多勁都好都是沒用，因為威爾已經除了你名，即是不當你一回事，那就再勁都沒用。廣告，
好啦，俾阿叔问君你啦。好，睇下先。咦？嗰张唱片唔系上个礼拜已经完成咗，咩？仲有两日嘅？哇！吓死我，我以为完成咗。睇下先，我哋其实可以咁样拍嘅。我哋只要对袁绍慧有信心咧，佢唔好失败嘅话咧，其实可以咁样拍，咁就啱啱好。OK。晋升国际跳板，威儿啊已经出现咗。哎呀，袁绍慧失败咗，我见到。哎，我去咗 SD 演唱会，系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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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唔记得咗。啊，最紧要我见到袁绍慧失败咗，唉，咁唔得啦，咁下个礼拜咁啊麻烦啦，咁有机会我哋搞唔掂佢啲通告喎。之前条数好似啱啱好，系啱啱好，但系而家失败咗，我哋，唉。佢唔系病啊嘛，佢系咁失败，好似病咗，唉，仲大镬，病咗仲要嘥日时间去医院。啊，有肝，阿肝爹又俾100万，死好鬼少钱100万，睇唔起佢，正常噶，唉，大镬啊今次而家，唔得啊，你要去医院，我唔知系正常唔正常，你都要去医院。系啊，如果今个礼拜搞唔掂嘅话，就 save and low 啊。好，去医院帮你强力减压。OK， 总算完成咗唱片。唱片嗰条数咧系大过拍剧好多。拍唱片咧，如果做得好咧，佢仲会有额外嘅花红俾你噶。咁所以咧，同埋佢做好多嘅 promotion 咧，会令到我哋名气好紧要。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到唱片嗰张通告。OK， 佢又拍通告。咁我估佢另外拍劇嗰个咧就搞唔掂噶啦，系啦，即系而家14号，佢张通告好似20几号，所以应该系搞唔掂嘅。我睇一睇，睇下先，唔得啦，今个礼拜拍唔到晒一日噶。袁绍慧嗰套嘢拍唔掂咧，就要罚钱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应该罚得起嘅。因为佢套嘢咧，其实系应该好渣嘅啫，即系本身应该赚嘅钱都唔多，可能几廿万咁系咯。如果几廿万，我哋罚金可能都系20-30万，系咪咧？定系再多啲？我唔记得咗。唱片，哎呀，唔够力度啊！哇，5星啊，得啦，算啦，5星我就我都唔会去怪责佢点解唔得嘅5星。系日月光啦。光会有个人，得收皮。好，我哋要赔120万，哇，120万比我想中多，唔紧要啦，我哋搵得翻。几豪气啦！而家120万，唉，碎料啦，因为而家拍紧电影啊嘛，电影就暂时几廿万，迟啲就几百万，后期啲就1000几2000万，所以就非常之和味拍电影真系。好，新戏1月23号啊，已经。好快啊！真系好快，预约佢先。三星，咦？得我陈奕夫，哎哟 ，OK， 赵少杰啊，女配角三星，啲名气唔够，名气要400，唉，差啲。系黐线，唔记得咗去长城添，要买药俾我老豆啊，大佬30万啊！好，确定购买，30码大佬。唉，而家个日子搞得唔啱，礼拜日我哋飞咗，啱啱好，好还好还好。有时咧，我哋个时间咧搞得唔好啦，跟住我哋飞咗去外国嘅时候系礼拜日嚟嘅话咧，咁我哋翻到嚟嗰时系礼拜一咧，咁佢哋个 schedule 咧就会set 唔到啊！我哋一定要翻嚟呢个 office 先可以 set 到佢哋啲时间表，所以我哋会尽量都避免咧拣礼拜六日出差，
系啦，可能礼拜一、二、三出咗去算啦。咁啊，翻嚟礼拜，总之礼拜六、礼拜日咧，一定要翻嚟去帮佢哋 set 呢个 schedule。OK， 又到咗呢一个唱片嘅时间，一个月一次，希望可以接到一今啊，可以接到今年第一个嘅唱片。团体收皮，日月光。咦，我哋下一次系咪几多几啊？哇，直数到礼拜日，我桑冇力咗。系 ，OK， 日月光。个人，哇，名气唔够。唉，又开始轮回了，我哋好似袁绍伟有嘢讲咧，合约啊，合约啊，唔知做咗几多钱，几多？哦，好抵啊，好抵，应该我哋帮佢出咗张唱片，所以佢就会好抵。但系之前又话唔出唱片，佢要走嘅，唔知会点。哇！袁绍伟入咗金星奖，哇！我哋两个入咗金星奖，哇！入咗三个，有三个提名啊！呢个系金星奖系广告嗰边嘅，即系我哋拍广告咧，然之后就有机会可以攞到奖咁样咯。好，睇下有冇啲花啊之类嘢可以买俾阿凌香先。哇！余光30万，唔要，而家得200几万，有少少资金唔系好够，因为啱啱续晒约，使咗好多钱，好挥霍。好，要俾咗粒药啊，老豆先，等佢啊可以生存落去，好好咁生存。好似玩埋呢一转就冇啦。好，咁就 OK。又一个礼拜啦。最近好似少咗通告接到，系咪新一年佢啲通告要求提升咗？阿波罗呢条友，睇下先。啊，系啊，系系、啊，佢、啊、介绍嗰啲戏剧嗰啲俾我哋啊。OK， 我哋今次净系需要重点搞戏剧嗰边咯。咦？哎呀，去错地方啊！睇先，而家边度去啊？今日系要去。得袁绍伟一个喺度。过情人节喎，原来，哎呀，冇人同我讲情人节快乐嘅，点解凌香唔同我讲情人节快乐嘅？佢冇呢啲嘢嘅咩？我一声，袁绍伟接啦，名气唔够，成日都系俾啲广告你提升下自己嘅名气。啊、其实他刚才拍的 MV 啊，他的宣传呢，入唱片宣传其实都一个很有帮助对于个名气。是不错的，不错的。哇，四星收工。金星奖喎，不过颁奖我们可以去看看的，就是跟大家一起看看这个颁奖礼。电影拍摄。跟住拍，我啲电影拍晒喎，凌香真系。我哋想加啲训练俾佢，仲想加啲训练俾佢。一日玩足一个礼拜，玩足7日。哦，唔够噃，咦，够啊，够啊，够。袁绍伟拍啊，女配角，哇，大家都唔够。So sad， 凌香会冇通告噶。唉，又要翻去呢一个嘅重点培训啦。诶、欸，金星奖，好颁奖礼开始啦！啲废话唔使讲，唔使睇啊，大家可以直接冲过去。哇，第一个凌香，好
阮少伟，哦，跟住同卢敏争，咁我哋机会大啊！我哋两个打唔赢一个，唉，估唔到啊！我谂住咁机会赢面都好大，但系唉，算啦，即系冇就冇啊！最佳模特儿系方大姐、凌香同埋啊，有方大姐喺度系死梗啦，古先生喺度，喂，哎，反而呢个攞到喎、哦。哇！真系吓亲我，因为通常咧，阿、方大姐、啊、古青青啲咁老派人喺度咧，九成都攞唔赢佢，打唔赢佢哋噶。剩低呢个好似冇我哋份最佳代言人，古青青、方大姐啊，系啦，呢、這个佢简直横扫晒所有奖，其实有佢同埋丽华喺度咧，就扫晒噶啦。哇！咁我哋今次系好犀利喎，赢到方大姐嘅话，好夸张，最佳模特儿啊，劲嘢啊！估唔到，凌香有 potential， 哎，后面有个奖喺度，好恭喜晒，恭喜晒，系应该自信会加啊，好开心佢攞奖，真系太棒，以太阳人气 good。好，攞奖还攞奖，但系我哋嘅、通告就拦截咗。咁最主要应该系名气嗰度出咗问题。不过冇得逼嘅，撞手神。睇下，譬如好似今次，睇下唱片先。咦，仪态差少少，诶、欸，我哋可以翻去重点培训仪态，咁就 OK 啦。咁佢第二只唱片就待定粒毒。國際，欸，我們每日至少要開始準備了，三月了，因為已經我要看一看攻略是什麼開始的，要好，我們已經看攻略了，不是今年發生的，是明年發生的，所以不要緊，那我們、照看完日月光，看看有沒有通告啦，雖然 EAMI 我就應該會接的了，接了 EAMI 接不到日月光的，因為呢，因为唱片制作人咧，佢哋会俾你同一时间咧，喺度录两只 CD 咯。咁佢哋会诶，佢哋会话诶，唔想影响个质素。诶，我呢个得喎，160万。咁啊，我不如直接接呢个算啦，唔使搞咁多嘢。系啊，直接接咗日月光。咦，永真啊，天使与魔鬼，我好似劲嘢嚟嘅，天使与魔鬼系嘛？佢特登走上嚟揾我哋，嗱呢啲就系嗰啲咧，预先俾人哋，即系我哋以前咧，咪话去到咧有啲 post 咧，就算我哋去到，就算合格咧，都人哋已经签咗啦，咁样嗰啲咧就系呢啲啊，就系将通告未掉出嚟，跟住嗰个制作人已经就系揾我哋啦，或者揾咗方大姐嗰啲咁啦，咁所以就会好似内定咗某个角色，即系某个人去拍咁嘅意思啦，咁样咯。咁而家陈奕夫俾人哋走上嚟诚邀话去拍嘅话，即系话佢系好 carry 到呢个角色，即系嗰啲非常之满意咯，可以讲系狮子男 ，OK， 呢个绿色、白色、绿色。我哋好似翻翻去初期啊嘛，要陪佢哋去做集训、创意广告。两个都得，20000同20500，凌香啦，梗系凌香做广告，攞奖噶嘛，梗系揾凌香啦，叫阿苏万君继续拍剧啦。嗯，凌香威嘢嚟噶，攞咩最佳模特儿啊嘛？睇下先，呢个系大家都唔得嘅，演技唔够。OK， 咦，未拍到 ，OK， 咁啊，继续翻上次我哋上个礼拜嘅训练。
點解我忽然間搏命升佢兩個嘅快速記憶嗰個 test 咧？因為我要才智，佢哋嗰個才智好低，但係如果想做每日戰士或總之想接到每日戰士咧，個 requirement 咧就係要有500多嘅才智先 OK。咁所以而家要搏命升。陳奕夫我就唔搞咁多嘢，由得佢想拍咩就拍咩，因為佢好似第三年係要去做體育記者啦，咁佢會唔喺我哋呢度嘅，會飛走幾個月，咁所以冇乜意思啊，佢唔喺度，咁就係啦，接通過400多萬，我希望我哋可以有1000萬先啦，預約，陳奕夫其實得嘅，但係我唔想去夾硬接落去，因為佢已經有兩個通告喺身，係啊，我唔想違約咯。其實違約其實唔抵噶，違約好似會罰翻唔知幾多 percent， 因為所以盡可能都唔好違啦，除非我哋好富貴啦。女配角，喂，咁鬼難搞嘅喂。OK， 好通告。阿叔，哦，电影啊，系咩？我唔记得咗佢有帮袁少伟接电影咩？啊，明亨得广告啫噃。哎，苏伟嗰种大镬，完全零通告。悲剧，陈奕夫电影同埋电视剧。OK， 有个电视剧宣传。哦，有少少惨淡啊。我哋又嚟啦，唉，不停咁样无限 loop 呢度。先四星，哇，四星，三星，咦，苏曼君同埋凌香都得，凌香啊，所有嘢俾到嘅都俾凌香啊，我哋将最好嘅都俾晒凌香。咦，我哋系咪攞少咗日假？我哋仲有间广告公司未得 ，OK， 广告广告，嗯，哦，苏敏君啦，咁俾佢啦，我哋冇，我哋都要分啲嘢俾佢做，大佬，佢唔可以咁样斋系住米大虫，电影唱片 good。好，太阳，白色，白色，超完美，三心花系咪绿色？花，三张都真系好简单，唔知升到去好高嘅时候咧会有几多张？魔鬼花同埋太阳。魔鬼，有干证券一片看好，我要资投入娱乐事业。阿有干爹又嚟啦，倒转白色同埋紫色，倒转。嗯？咩消息啊？陈奕夫同苏曼君啊，青梅竹马，他们两个是有些剧情的。嗯，又来了亚洲魅力之星。我看了个要求啊，都挺高的其实。我们的凌香呢现在拿了奖的状态，但是都不够 level 玩，所以放弃了。真的想着，不过是不是 有 CG 呢？我忘记了，好像如果赢到我有 CG。 电影拍摄哇，很快有一个礼拜，我才好像眨下眼有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不记得了，这么不跟随，可能我整个礼拜跟随了，所以转眼间一个礼拜。所以其实后期呢的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因为不停咁跟隨嘅時候咧，佢哋其實我估
半分鐘都唔使就已經一個禮拜。睇下先，美麗之星，我要喺度報名，但係佢話我哋冇啊嘛，係咯，唔合資格。諗住試下博大博睇會唔會得啊？點知都係冇。好，內定，廣告都內定。林芬芬、史丹尼如同陌路人，係啊，林芬芬係好花心嘅一個女人嚟嘅。我喺做啊，睇下有冇嘢买啦，买啲花啊，成啦。哇哇，呢、這个420万啊，余光最劲抽啊，之前得30万呢个嘅啫嘛，咪之前有个60万嘅，420万，我而家银行都系得420万啫，我哋唔够钱，买咗又变咗穷 L。啊，唉，点解我咁劲抽个余光，好巴闭嘅个余光，好似成个水族馆买翻嚟咁。男主角四星唔得啦，四星收皮，跟住我哋，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咧冇去到，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有边啲通告系 work， 哎有回馈花 good 买，买少少花嚟送俾阿凌香，睇下先，荣振同苏莎原来系 shit。劲低能，我哋而家系670几，公关系101，上紧法条，仅次于句子。有冇啲咩想加我哋？冇，好似冇嘢。我哋上一排人榜，你哋冇人上榜啊？嗯？关古威事件，关古威其实都几惨几落魄，我觉得点啊？又我关古威事件，汪关古威门。我哋系保护关古威嘅，因为关古威系一个好人嚟嘅，系我几中意佢嘅。不过就签佢就有啲耐啊，因为要等佢发生咗好多事情之后先可以签佢。咁我哋公司唔可以悬空咁耐啊嘛，系咪？跟住，哇！林芬芬，内定林芬芬，咩玩法？先去配角。苏曼君咯，